亲爱的 mini 小伴，哎， mini 工厂怎么出现了机器人？难道又更新了？哇塞，是擎天柱还威震天呢！这擎天柱的出场画面直接开着汽车登场，哎，这装扮特殊改变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哇，居然有五种效果啊！买买买，1688！啊，我买不起啊！姐姐，买不起没关系，我看很多小伙伴都抽到了汽车人，还是永久的呢。抽到的？难道还有抽奖活动啊？活动这哪里有抽奖？我怎么没看到啊？福利这里抽永久机器人，确实出现在福利里，还有免费领取礼包。这就是件很迷你的皮肤吗？两款皮肤都有，下面还真的有幸运抽奖哎。但是怎么要15迷你币啊？而且这永久装扮概率只有1.68%。让我好好想想，抽100次也就1500迷你币，那我身上这900概率至少有80%吧。我的运气，肯定没问题。这下面的皮肤就等着我来换取吧。买买买，装扮碎片，原皮肤是使用这些碎片换取的。这是，妈呀，我抽到擎天柱了！等等，这全是3天的，有没有搞错？我还不信了，我抽！装扮碎片，装扮碎片，装扮碎片，还有这7线皮肤，天哪，这哪有永久啊？连威震天都没抽到。我刚说完威震天还真的来，可怎么又是3天呢？我就这样看着我的迷你币一点一点的减少，我的904迷你币啊！打开信封全都是有效期的，一个永久都没有。这汽车人如此珍贵，真的那么好吗？我使用2张体验卡，首先登场的是擎天柱，这就是擎天柱啊，全都是机甲，这动作还是蛮灵敏的。看一下正面，哇，霸气耶，不愧是擎天柱。可是怎么变成机器人呢？旁边这个转换键点一点，嘿，真的好像机器人呢。冲啊，开汽车喽！好快啊，这真的是我吗？两个达人冲，这速度完全不亚于化石龙，而且还能够蓄力跳远，难道这都能够当成坐骑啦？使用右键，我还发现能够一飞冲天，两个达人冲都着火了。姐姐，我要看威震天，我不要看擎天柱。来啦来啦，威震天肯定也不错。拿着火炮走起来挺笨重的，正面嘛，不错不错，赶紧变成机器人。哇塞，直接变成了坦克哎！前后着火加速前进。哎，我刚刚丢了什么啦？导弹吗？我试一下。哎，真的是发射导弹哎，就会有伤害吗？狗狗真的有反应了，还是好厉害的火箭炮，好看是好看，可都不是我的。最后就让我看一下你们的动作，每个动作都有自己的风格，尤其是擎天柱，胜利起来啊，挡都挡不住的狂欢。但我还是心疼我的900迷你币啊，换1天有效期。